你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，有那么多先进的飞机等着你们去试飞。可是，试飞员跟新飞机一样，都要经过各种极端条件的考验。美女测试失败，坠机，不及格。我再来一次。下了吧，你已经被摔死了。能拿到多少极限数据，取决于在最危险的时候。 你们敢于再多扛他这几秒？等到今天，真挺不容易的。现在走还来得及。咱们飞机的心脏病什么时候能够解决？以最大的速度爬升。收到。 试飞员是刀尖上的武指，让前线的战友能够无忧虑作战。感觉怎么样？太爽了！全起了，我都要飞。